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C 金匠，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中国有很慢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金匠的直播间 ID 2169，期待您的大驾光临。喜欢的小伙伴们666，弹幕甩起来。时代旋律音符很澎湃，男女老少他都喜爱，我们中国有喊麦，就用我的这句话让这个群雄都惧怕，不是我心态毒辣，我们中国有 hiphop， 喊麦的感觉很奇怪，装疯卖傻还耍帅，不入世人的青睐，但是年轻人喜爱，配着 DJ 的节奏去跳你的呦呦呦，有生意我来非常逗，怎么你都听不够，每个字都要押韵，听到了你我的白了病，能否把你的心投进，喊麦的文化在前进，喊麦路才这么短，凡事有真他也有反，下一句谁陪我喊，跟我走你敢不敢，你是否也曾听过刘传唱的是哪一个，相信喊麦的闪烁不会只是在网络，我独特的音色喊出这一句承诺，如果你还能没看破，那我就做了第一个，嘻哈烽火的谁怕，比比以后的谁强大，总有一天你会惊讶，中国的喊麦的文化，这是网络的时代，旋律音符的很澎湃，男女老少的都喜爱，我们中国有喊麦，阿姆的 B 来自动跟上劲爆的节奏，把这套词喊生锈，然后说来歪歪，2169尖叫带你嗨。